这一题。他说三个点电荷以等间隔排成一线，它的电量如这个图所示，一个正 Q、正 Q 跟负四 Q 的。好，则甲乙两电荷所受的电力方向为，甲跟乙所受的电力方向，我们看甲。甲的话呢，它给它的电力是往这边，是多少呢？是 D 平方之 KQ 平方，是往这边。那它给它的作用力是往这里，那这个的话，往这边的我叫负的，那它给它的作用力是吸引力，这个就往这边，是等于多少？二 D 平方之多少 ？KQ 四 Q。所以是四 Q 平方，这个的话，这个刚好是等于零哦，这四分之四嘛，这是一，刚好等于零，所以甲的话呢，受力等于零了，甲的话是不受力的，那我们来看乙呢，乙受力多少？乙它给它的作用力是往这边的，它给它的作用力也是往这边的，所以乙受力的方向是往右。也就答案应该什么？应该选 A 了。甲的话不受力了，乙受力是往这个方向。好，答案就是 A。